次。那首先呢，先谢谢我们学校，就是从我们校长、主任还有我们的组长，把我们管乐团照顾得非常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成功管乐团有现在有比较一直支持着我们的力量，就是家长的力量。那我要谢谢这一届的家长后援会，东华妈妈，我们谢谢我们的东华妈妈，他是我们的会长，还有各位幼师，就是这一届的家长后援会，非常非常谢谢你们。那个基本上是予取予求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通常都是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样，对，因为家长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就比较能勇敢的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做下去。那昨天刮了一场台风，那这些小孩子昨天应该是要整场走一次的，可是他们昨天就在家里面用脑子整场走一次，所以也许今天有状况有一些不是这么的完美，可是他们为了这个音乐会也是准备了非常久，他们从六月去日本之前就一直在努力的准备这一场音乐会。那先谢谢，再来就是要谢谢各位，就是成功管乐或者是成功高中的学长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学弟们的音乐会，还好你们有位置坐，谢谢你们。那这个就是先跟学长们讲一下，不要再跟我说老大今年有没有校友团，你只要说我要办校友团就会有人来催，不要再问我有没有要办校友团，我实在是太老了，我没有那个体力去办，这样知道吗？宋维丁。好，那最后面呢，我们谢谢六十届的干部，来六十届干部请起立。他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《火焰之舞》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有好多好多的 solo， 那基本上都是他们高二学长抢着去吹的，因为他们快毕业了嘛，就让他们吹一吹。那这首曲子有五个乐章，就不用太局限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，中间不能拍手，不能打喷嚏，不能怎么样的，就不太需要。如果你觉得它不错，你们就喊两声，只要不要破坏音乐的进行，都可以很好，帮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Thank you.